其牛时会自拔所作化，为平生所愿有四无恙，而以青山无恙变其首。待生当晚明，目睹鲁其纵横，欲言之时有余痛。抗战归来，燕山大兄出世竟作长卷，特表而出之，以致同庆。民国36年孟夏，胡一生，俊游出归，清旧贤籍，对客命豪，三日而成，不嫌其冗。丙戌冬日，李延山兵计于去竹轩。余独化自知门外观，曾问延山：“此卷笔势雄伟，秀远入围，属何笔墨？”延山笑曰：“子酒一格，待有如是耶？”亦南田有云：“吃瓮为当时诸贤之冠，后为岂南的其雄浑，刘完安、董文敏的其秀逸。”仙香山、邹陈虎各的其一体，与子路路大都化骨刻骨，而吃翁莫精密于陈子矣。延山此作，骤点不废墨，设色不磨笔。临近奔走，使人神经湛然，是能会平池浮鸾，青山巨秀之精，翠于一峰。遣将法动冠密守，雄浑秀逸兼而有之，诸贤后一莫临盛世也。启欧相馆主人而问之以为然否？抗比天涯商路穷，纵横收束入玄中。十年一别单亲手，无下针非救阿蒙。风雨出尽到途间，乡土音心万里还。惨淡峰峦七里水，新愁无限此江山。岩山化成主题，拉杂书此，丁亥星秋，荣